調査兵団は女型の巨人の正体。为什么这边还要再重复一遍呢？ハートを拘束したが。啊死！強固な水晶体に包まれた彼女から。还要重复再叙述一次现在的刚刚的状况。牛魔。一方、作戦中に壁が崩れたことで、壁の中に潜む巨人の存在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が、その衝撃的な事実が公に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。ドッドッドン。そして、女型の巨人捕獲作戦の決行前、調査兵団は女型の巨人の共謀者を探るため、新兵の一部をウォールローゼ南方の施設に隔離し、为了找到共犯啊，所以说全部都被隔离了。然后用那些老士兵去监视这些新奇的士兵，一零四期的。女型の巨人捕獲に貢献した彼は、エルヴィンの命を受け、作戦成功をミケたちに伝えるべく、短期で隔離。单枪匹马前往隔离设施。そんな彼は、思いもよらない事態が。原之巨人要出现了，原之巨人要出现了，脸粘在墙壁上，好好笑。アニレオンハートの共謀者が。さあ、どうだろうな。どうだろうな。無視できる確率ではない。哎，我们现在是进入第二季了哈，应该快破完了，我觉得，因为第二季的剧情其实不长。こっから南に行くと。俺の村が近い。第二季剧情其实很短。私の我觉得我应该快破完了。近いですね。哼，干嘛？あれ、足音みたいな地鳴りが聞こえます。我感觉到地震。本当です、確かに。完了。全員いるか。南方より巨人が多数接近。こっちに向かって。一堆巨人往这边走过来了。直ちに馬に乗り。付近の集落を回って住民を避難させなさい。南方から。从南边，他的家乡。皮卡超，皮卡超是什么东西？皮卡丘吗？壁は破壊され。捉えるべきなのかな。私たち人類は。哎呀，这个画面做得好漂亮，那个天空。做的还蛮细的嘛，我喜欢这个天空。你不觉得他们感觉很像是，很像是兄妹吗？你们两个长得好像啊、哦，他们是不是兄妹啊？身形跟这个发色都还蛮像的啊，他们是不是兄妹？好，现在就是我第一人称视角，作战开始。君はこんなところに来て一体どうしたんだ？我有事情要报告。女型の巨人のことか。すまん。ウォールローゼが突破されたかもしれないんだ。ここを切り抜けてから聞く。お前が完全装備でここへ来たのは幸運だった。就请你支援喽，可以吧？哇，他那个胡子，我喜欢他留那个胡子，很帅。可惜我没有那个基因，我没有办法留那种胡子啊。武装兵で構成した班を東西南北の四班に分ける。太可惜了。戦闘は可能な限り開始。情報の確保。なお、南班と西班は破壊箇所を特定する任務を兼ねる。誰か、この地域に詳しい者はいるか。はい。北の森に故郷があります。そのあたりの地域は。他去北边。あとコネイも。南。然后他是在南边。他要去南边。そりゃ。顺便看一下他的家乡。行ったところで。わかった。南班の案内はお前に任したぞ。好，来了。近いな。武装している者は第一人称像在玩 VR。对啊。その間に。如果戴上 VR， 那个真实感应该也非常的，非常的明显啊。お前は俺たちの援護に回れ。戦う覚悟はできているな。好的，我要把他们全部杀光，快点。いい返事だ。それぞれ行動を開始しろ。開始よ。哇，胡子帅。快刀斩乱麻，我们打点材料好了，好不好？真心觉得材料很少。你は申し訳ない。我々のせいで。
無防備なままこの状況に放り出してしまった。哇，还在时间内讨伐哦，不能慢慢摸了啦。我说真的。まずは接近する巨人を討伐するぞ。有意别让107生死亡。啊，打完了就这样。俺が巨人を引きつける。お前たちは104機を守れ。行くわよ。哇哟，被反制，很会哦。复原一零七，一零四七。ミケ分隊長がおとりになったの？一人で行くなんて無茶よ。ミケさんを信じろ。我的马要去哪里了？リヴァイ兵長に次ぐ実力者だぞ。ギルガ、拠点を作ってもらえるかい？哦，他们要往那边走，我们再护送一下他们。哦，设置了炮台三的据点，这么厉害！中型巨人，巨人確認，全速力でかけろ。这都简单啦、啊。哇哦！吃肉，吃肉。那边还有一只，远远的。この先の可能な限り、巨人との戦闘走路有个好笑的、啊，这个。哇，没瓦斯了。太远了，不行。二代吗？对啊，这是二代啊，没有错。现在玩的是二代。设置据点啊，当然要设炮台据点啊，要保护大家。炮台，这个好了。慢慢射，慢慢射。さあ、皆さん、巨人を確認しました。こちらに接近してきます。刀断了。喂，怎么会这样干？吓死人了！后面莫名其妙多一只出来，所以远远的，哇个，不会痛吗？这家伙，去吧，我们要怎么设置嘞？用这个好了。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多信号弹。别怕别怕，有我在。麦惊麦惊。我来了。哇，被抓了。救你咯。得救了吧？重力加速度，他的头挡住了。妈哟！嫩小巨人可爱吗？一点也不好吧。啊！
好像来不及。我要丢这个。哦，来不及了。哦，有了，结束了。哦，哦，累死了。为啥只有一个女巨人啊？以后就会有了，我觉得啦。哦，来了，原之巨人出现了。哦，这个脸看起来 好恐怖哦！哇！马儿飞天，斑马 QQ， 斑马 QQ， 完蛋了，完蛋了 ，GG 了！啊，我痛！惊恐吧？哦。哇！直接把他弄死欸！その武器は何て言うんですか？腰につけた飛び回るやつ。墙壁上那个居然在看什么东西？まあいいや、持って帰れば。要带回去做研究，少一个 S 级了，真的。这部游戏多少哦？一千多块吧。老罗知道第二季的剧情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看啊，那个剧场版看完，那个第二季的部分我已经看完了。急了！啊！しかし、面白いことを考えるな。GG。原巨人会讲话，对啊，他会讲话。我后来看动画发现他会讲话，其实我也蛮惊讶的。就代表说这事有蹊跷啊！哦，第二季这一幕其实还蛮恐怖的。我自己看了觉得蛮有恐惧感。快跑快跑！立ってください。哎，动画的部分有点不太一样哦。应该没有，游戏的部分有点不太一样。我靠，我妈跑掉了。哇，死定了！哦，阿布高河。第三季漫画出了、喔，第三季何时播？六七月吧，今年。带着小女孩私奔了。美丽圣洁弓箭。一大段就是现在，第二段未来篇。我回来了，哎、欸，小女孩，保护小女孩时间。前面一个问号，问号是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我不能下马哎、欸，我不能下马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我要看一下小女孩。嗯，阿雄不见了。哇，会消失的小女孩哎、欸！哦，可以了，科科，
这个我可以啊，不知道各位行不行啊。总而言之，我可以。哇、哦！只有我一个人来这里啊！ここで巨人を食い止めて、あの子を逃がさないと。私が巨人の注意を引きます。その間に、奴を倒してください。死ねー。こんなものね。あの子もまだ相当クエは逃げていないはず。絶対に守らないと。留意别让巨人接近无招架的孩童，他连这个部分都做成剧情，做成游戏关卡了，有点拖哦。这边基本上动画就可以带过的东西，要做成关卡。阿内姆汤哦，哦，莫名其妙要多付任务啊，这边不是没人吗？奇怪，啊，不是没人。他手短了。如果兵长变成了智慧巨人，一定超强。是啊，或许吧。嗯，要护送哦。叫屁哦，都死了，在那边叫。应该是结束了吧？救援成功，我们换前面的。这边也是为了游戏关卡而增设的这些不必要的桥段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来躲什么？他跟小女孩融合了。跟小女孩合体了。哇！助けてくれなかった。大丈夫ですからね。角度不佳。哇，这只怎么突然出现？哦，没有那个他死掉了，翻白眼了。誰か来てくれ！我要先救人。我可以先略过这只巨人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差别啊。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整个任务的进行吧，不杀他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会不会过去回不来了、啊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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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把他杀掉好了。待会搞不好任务会延伸过去，说不定呢、啊。哎、欸，福之长安。两个信号弹。马儿在哪里？看到了。其他应该就不重要了吧？我要离开这里了。哎、欸，安安你好，快要几点了？待会吧，这一局玩完我们就要休息了、啊。这一局玩完就要休息了，哇，也太多了吧！可不可以先等我过去救人？哇，我弄错了。呜！达兹怎么会在这里？快砍哦！なんで丸腰なんだよ。大丈夫です。なんとかしますから。我记得剧情里面没有这些人啊，还是我记错了？感觉是我记错了。よし、これで橋は通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ぞ。よかったです。先来这边，
这边三百多公尺有村民。第一个穿立体机动装置的巨人，不可能啊，没有帮巨人量身打造的立体机动装置啊，想太多了。右边，为什么那个小孩擅自跑出来呢？我觉得我们先去这边啊，这边快要来不及救了。我不管了，就为了这王八蛋，我跑过来这里，别浪费时间了。结束。要不要帮巨人做重要部位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做了就不能播了，做了就不能播了。感謝する。しかしこのまま戦うのは厳しそうだな。哇，可惜可惜。倒したわよ。討伐開始。他の村にも声をかけに行かねえと。そこの調査兵、バルインがここは頼めるか。他の村にも？俺たちの任務はこれで終わりじゃないんですか？達子離開了、為什麼？喔，出現了！又是你，看到你就討厭。こんな時に、あんな大型の巨人が！閉嘴！や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ね。こんなものね。殺してやる。手が足りない。誰か加勢して。我这里没有任何人加入我的队伍。好难过哦。助かったわ。哦。坐在那边休息很舒服，是不是？莽呢，打莽，打莽是吧？打莽，这个也在打莽，都在打莽，就都在打莽，从你的胯下飞过去。啊，我一个人打哦，好难过哦，没队友。我看一下这伤害高不高、哦？没什么伤害、欸。我觉得这个啊，按错了，靠呗！哦，我按到武器品了啦！来来，我闪光弹都要没用，来啊，抓我啊，抓抓来来来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！有用吗？伤害好低啊！我要死了！妈哟妈哟！一直变来变去，还死。大概要再一轮，哎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
女巨人做了部位就不行了，本来就是啊，重点部位做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晋级的巨人就是十八禁了。虽然他也本身也蛮十八禁的啦，我是这么认为。刀断了，这个时机点不对，遭奇袭了。哇，这样才两千，可恶。花式跳水，再一次对着那列卡撑一万次，还不死，可以。啊！要断卡，拜拜，早点休息啊。好了吧？ここまで来れば。もう大丈夫ですよね。シューにあ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恩は必ず。好，动画版是他自己逃出来啊？欸，没有，动画版是他爸爸出来解救，然后这一次居然是我拿面包偿还。パンですか？それはちょっとせめて半分で。好笑。拜拜。怪我はないようだな。お前は？お前は？104期調査兵団、サシャ・ブラウスです。わし、サシャを。装備もない中、ご苦労だった。お前とそこの子供は私が安全な場所ま。そっちのお前は戦えそうだな。であれば、どうやら東防衛線が押し込まれて。あの、必ず今回のお礼はしますので。用食物以外的方式。坚守食物，我可以给你钱，但是食物免的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好的，麦块方舟地图有矿物，哎呀，我知道啦，不用急，之后的事情。严格来讲，它就是跟麦块还有阿克做结合。我差点讲的 fuck， 麦块跟 fuck 做结合啊，然后一定会有矿物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新装备可以看了，多了这个狩猎刀，多了独角兽之角，伤害很高，但是刀身长有点短，没有特殊能力，两把都没有。然后也不容易改造。零四，我就是觉得，我真的觉得这把零四的武器看起来真的很帅。没意外的话，我应该会想要把它升到顶吧。其他的就先算了，其他就算了吧。资材不足，我们刚玉不够，然后好像也不能靠买的方式获得的样子啊。对，没有。また来てね。啊，什么东西？老头可以原谅我？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呢、欸。如果是剧透的事情的话，就算了吧。啊，过了就算了，讲讲归讲，好不好？幸好有你在救了我一命啊！我感应到沙夏有危险了。やりますね。嘿嘿。